我们居然玩这个好玩的手游。那上一集呢？这集真的是安尼啊喂，我在轻松的哦。你就是一直点就好了，然后你可以嘴就是强化这样，或者是做宝石的镶嵌。哎，我想讲我来开一下，蒙会。这就是暗器系统。那其实这种游戏很轻松啊，所以我就一直点给你们看。千刀，去甩一下骰子。重启。哇塞！什么？蒙会这个呢？哦，对对对，上一集讲到墨丑嘛，然后墨丑其实就一直在进阶下去啊，好像这只它就是铠甲龙龟，很猛啊。